这个不是糊，这个不是糊，这个是脆的。等一下，这是那个佐料。这个酱也是我自己调的，味儿都是我自己腌的。哦，你还是比那家的呀？我们在别的地方卖这个，一下就卖光了。哦，六十个鸡腿一下就卖光。烤鸡腿是我最自信的一道菜，闭着眼都可以完成。油泼面对老秦来说也已经非常的熟练。是刀锅醋火锅，您扫一下码那边。当客人多了起来，大家都迅速回到了营业中的状态，配合得非常好，相信今天也一定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夜。可以尝一口它的那个椰奶味，特别特别的纯。好的，谢谢，嗯，谢谢，好吃，谢谢。面，三碗面来了，来递过去，油泼面。太少了。哦，想要汤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拿这个，拿这个单独打汤。我们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就只能少加一倒一碗给他们。我给你倒一碗，你们分一下好吗？要出来没有汁水啊？哎，对，你看我们要倒四碗，你琢磨琢磨，已经没有了。那后面几碗我就给你多加点汤，然后东西少一点，好不好？那里面你看还有多少椰奶，在冰箱里还有一桶。姐不能这么忙，不能这么忙。你出去点这个的时候，你是会，就是我点四碗，我跟你要再要四碗椰奶，你要我吗？好的啊，好。这样的椰汁啊，加一点吧。好，好，哎，这个可以，是吧？其实是不可以，真的不能太听他们的。说实话，一份就一份，您回去等，我给你快多少，你拿多少。太好吃了。还好吃嘞，好嘞，那好吃就行。各位一起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。三二一，椰子的椰不甜，甜甜甜。椰子香不香？香香香。吃吧。来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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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哈，哎，有，赶紧这个，干一杯。来勺子，啊，谢谢，没事。都是福，妈妈对我讲，爱就是我故乡。因为嗨，那帮老太太十块钱一首唱，你放心，叔叔阿姨们不会上这当的。也不一定。我看他们太嗨了，他们属于舞曲自来嗨。啊，咱们上不上对吧？预备，起。这些阿姨们真的是怎么做到，就是一滴酒不喝，然后可以做到这么嗨的？潇潇洒洒赴会，今不醉不归，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，只可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，好朋友好，朋友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。太棒了！
再来一遍，谢谢，再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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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筷子啊，哎呀，我的筷子呀，一会儿咋用啊？我的筷子啊。